好，大家好。好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来那个跟金浩打一打一啊。然后上一次是我赢了，现在是2-1，我是二，他是一。然后看看那个是这一局是还是我赢呢，还是他扳平？好，那我们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开始吧。这三个三分我都没拍到你的三分线，拍到进球了，没拍到三分线，离得太近了。8-1是吧？
追上来了。他会开始焦灼了。是三分吗？哎 ，OK， 几个球了？几个球了？11-6。嗯，来。啊 ，OK， 我们这次那个1v1训练完了啊，结果呢，就是11-6啊，应该我计算的没有错的话，然后。我也投进了几个三分，然后俊浩也投进了非常漂亮的几个球，然后把我晃，也晃到了几个球，盖了个帽，盖了一个帽，之后也追回来了，但是很可惜没有赢啊。好，这次呢也是挺开心的，然后挺好，大家一起过来然后玩一玩。那行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话，要支持，然后订阅我们，然后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，拜拜。